我的工作室呢，那个柜子实在太多了，不知道要放什么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洋葱那里。哎，他的 GK 鞋子脱哪？脱侧边就好了。哪里？你他妈侧边一个位置都没有，你就压在我的鞋子上面就好。哦，好吧，我鞋子很娇贵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这一只被我妈靠背很久了，放客厅一年了。阿姨，我帮你处理掉。啊，这只可以哦，收。这只给你拿，我很多啦，还没有卖完呢。哇。好屌哦！你是第一个主动跟我要说你要摆一个柜子的，所以我尽力协助你。我给我朋友看我们的对话，人家都觉得我他妈也太厚脸皮了吧？你看、啊、我很屌，我有个收集癖。你看这个一排鬼面，什么都有。这个就是我去虾皮一个一个找，它原价360块，然后我去虾皮找到100块、150，没有人要散货，然后慢慢集成一整套，然后现在全角色都在这里。来拍手！我刚。在想说他要我夸奖他吗？好，我们认真来教咯。晨晨喜欢七龙珠吗？都喜欢。好，是鲁夫。什么？哇，游戏王哎、欸！他没猜过。洋葱亏大了，不如拿钱来养我。哎、欸。哦。哎、欸，拆玩具的感觉，而且这个不便宜哎、欸。没有一个认识，我知道。那你录，我认识。哇，好帅啊！太阳神的一身龙。哎、欸，我们这个拆卸的画面很无聊，我们直接到成品。哎呀，天空龙放不下，放不下，很帅，可是放不下，拿回去桃园还你，谢谢你，晨晨很开心，自己负责。阿金在前面，晨晨你用力按喇叭。哈哈哈哈哈！对不起，是他说的。欸、认真扫、啊，认真扫啊 ，OK 的，可以，那尿垢清一清。就知道我们大工作室的每一个人的。哎、欸，喂！刚做什么？我现在有留指甲，没有办法。可以在外面抹。当然是这样。给陈静看一下。他很喜欢欸。靠腰是岩石啊，轻一轻的，好痛啊！我们是来打烂掉的水果的，这个是水果吗？这个是水果吗？这是水果吗？不要！有惧高症的人无法在摩天轮上打炮。天子在哭，因为他刚刚去用姓名贴纸机的天子不见了，哭到爆。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找到了，你难过死了。清明节回来了，你好难过，好开心哦！名字，蜡笔小新哎，可爱极。你们要 PK 是吗？阿晨晨说要 PK， 赢的人了、啊、可以要求对方做一件事。机长，机长，机长，哎，赛前感想。怎么可能会输原住民？没有，哎，他叫你了，他就会输，你不要再找他了。是我的神灯精灵。可是你只有一个愿望。我只有一个愿望，我已经够满足啦。男孩子都知道会许什么愿望、啊。我还有100个愿望。自己先进去了。哇，你的头发怎么回事？为什么金色？快点啦、啊！你刚做了什么？哦，你们他妈的这个手拉着那边改电控，他现在发生什么事？拉一下啦，是不是很
很正常呢？哎，萌刚声音怎么怪怪的呢？我也觉得怪怪的。是没事，不是。妈。他们修理东西的方式跟我妈修电视差不多。敲了。跟你讲没事哦。好 ，make 精神 ，make 精神。哦，刚打水仗，胆小，是谁的内衣？我的，没有穿内衣，看不出来，太小。你站起来看看。看，哇，好可爱哦。看，那你有穿裤子吗？失望了吗？太失望了。滚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你们的头都太大，戴不了。Bang， 坏坏。哦、oh, 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我的沙发被杰米烫一个洞，他用这个熨斗烫的。熨斗。道歉的时候露出胸部应该是常事吧？宝、啊、哥，你弄头发不用打手枪吧？好凶哦！有毛妈咪，是毛妈咪。你啦，你啦，你，不要吵，好了，我来。好了，说的比较可爱。哇，好无聊啊、哦！我要放这么无聊的片段吗？无聊片段不要有我，好不好？别闹，说不，你最可爱。月每个月都出去玩。哎、欸，我们把相机拿起来了，他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要播了，播了。继续讲，继续讲。今年年底之前必须出国。哎，我们挑地点吧。啊。不会，会啦。可是你的灯很丑、你来这里。真的吗？嗯。老板让钱钱。嘿，电动车哎。生日快乐哎！橘色配色 ，Enro， 我今年没有忘记曾沛辰生日。他忘记是我的啦。哎，没有，那是我们两个在吵架，我们两个都在吵架。等会要跟我吵架。要公平，我有买你的。耶，鲜花，有茶壶。很可爱、欸，很可爱吧？不一样的、欸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上面，黑炭哦、喔，煤炭。哎、欸，我为了公平，那个茶杯组哦、喔，还是不及那个电动车的价钱，所以我帮你买两个礼物。爱心耶！他的手在哪？你不要跟我告白好不好？哎、欸，看起来这样子啊，不知道什么东西，但是它是黄金的、欸。我刚真的、喔，哇！我不会每天戴，因为我怕把它弄丢。好，看一下，一个爱心哦，一个爱心，两个爱心。哎、欸，其实还不错啦。其实没有很怂。啊，来，你再一次，你再爱心一下，快点啦，快点啦，真。你的爱心。爱心好啦。你的爱心。适合我吧？超适合你了。走吧，三天。太慢了吧？这是水上芭蕾舞吗？换姐妹，姐妹比较轻。这很像两个曾沛辰呢。太好了吧 ？Go 有吗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好可怕。怎么？你们在太浪漫。看起来超恶。会画画的男人最帅。哇，他特别的得意。看一下本人跟他的肖像画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在一起。女性胜似雾果，财产一人一半。我也要。也遇到僵尸。刚很无聊，想说我们来比比看我们工作室的脸的大小，因为我看到前面的脸实在太小，比我手掌还小，所以黄湘云，所以黄湘云，我以为你会追我说你自己脸又多小，因为他刚刚已经讲了，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最大，所以我们不用比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其实我也要帮湘云讲一句话，就是他其实脸没有到特别大，因为我们听到的女生脸都很小，是吗？对啊，名字也是马张脸，都很小，真的，我的脸真的不大。我上次去做水飞说，那姐姐说，哇，你脸大，张要导入比较多那个。哇，金华姨，哇，你这次去有赚有赚，快加脸庞了。大家好，健保事情是这样子呢，因为我快要百万了嘛，既然是要成为一个百万 YouTuber， 我应该要让我在百万之前有立过的那个 flag 还 flag， 哇靠，百万还不知道怎么念 flag， 好靠腰。他这里在跟他讲，然后他这边 flag。这几天的松鼠在帮我整理频道有立过什么样子的旗，然后我没有达成的，所以接下来的影片呢，我们会一一来达成它，这样才符合百万 YouTuber。没吃醋哦，这些是我没有达成的承诺。
OK， 另外一页哦，还有另外一页、哦，这么多。哎、欸，有一个，哎、欸，这个标不要把它扔掉。2020年底找到第四个女生，过期了。他是小店员，有什么东西可以赶快做完的？现在吗？这个品鉴他一个吻。对。我们马上兑现承诺，谢谢。给你五秒内，确定哎，签下来。我们完成一项了，完美完美。之后呢，我们的频道就要把这一些一一达成。哎、欸，平，我刚刚看完那个亲的画面啊，我觉得那画面有点丑哎、欸，不然我们再亲一次。是谁吧？上一次黄山宇不是有跟我拍那个身世之谜，然后不是亲完之后，我为了发 IG， 我们又亲一次。哎、欸，没有，他亲完他就把我抹掉，所以我总共缺三次。还好啦，还好啦，每个人都这样子啊。我爱你。啊！各司吧。